細個嘅時候，我媽咪曾經跟我講過，佢話如果要整鹽焗雞咧，係一件好麻煩嘅事嚟嘅。點解會咁麻煩呢？因為要炒鹽啦，跟住咧仲要準備一個鑊，咁分分鐘咧可能咧做完個鹽焗雞咧個鑊都唔要得噶啦。時代進步咗，有好多好多嘅電器咧，係令我哋咧更加嘅方便，可以去製作一啲好難製作嘅佳餚嘅。咁今日咧，我要同大家分享嘅咧就係黃金鳳凰展翅飛，呢一個係年菜嘅名。咁查實咧，佢係焗鹽香雞，材料分別係有金邦雞1.5公斤、30g 嘅呢一個鹽焗雞粉、沙姜粉係1茶匙、西芹5條、姜片8片。呢度鹽香雞咧，除咗好味之外咧，咁我仲想佢嘅造型好啲，所以咧稍微咧就要係做少少嘅改刀啦。首先咧，我要將個脊椎骨咧係剪出嚟嘅，沿住個脊椎旁邊個骨咧剪開，將個 pat 都攞埋出嚟啦。之後咧，我哋咧就要處理一下入邊啦，啲肥油攞走，跟手咧倒咗啲血水。呢個時候咧就可以醃製啦，鹽焗雞粉均勻咁搽喺成隻雞嘅身上，之後咧就可以擠入一個紙袋或者一個比較深嘅盤或者碗，再將佢擺入去雪櫃過一晚，咁就非常之 perfect 啦。經過一晚嘅時間之後咧，我哋嘅鹽香雞咧就已經醃好咗啦。接住咧，我哋就要係將西芹切斷。跟手就是姜片，醃了一晚的雞我們就要將它大力地握一握，它就會變成整個好像蝴蝶形狀一樣。之後呢就要將沙姜粉分布在皮的部分，再加2大匙水在個碟中間，之後呢就可以將它送入去我們的 air fryer， 用燒烤的功能，200度，時間50分鐘。哇，果然是黃金黃金啊，非常之靚啊，燒得，睇咩？睇到嗎？咁而喺碟入邊嗰啲汁咧，就千祈唔好浪費喎，我哋要攞出嚟倒喺一個細碗嗰度，咁一陣食嘅時候咧，就可以點住啲汁，就非常之滋味了。